今天这道是我减脂期间最喜欢吃的香辣豆角包，不用会包包子包饺子你也能做出来，特别简单，关键是巨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比肉馅的还好吃。豇豆焯一下水，豇豆焯水切丁，鸡蛋热如花散，馅料就是胡萝卜碎、豇豆丁、鸡蛋碎和小虾米。然后咱们来调一下这个馅的调味啊，拌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买在现成的饺子皮，擀得薄一点，中间挖入两大勺馅料，四周咱们沾上一点水，再像叠被子一样包起来就行了。蒸10分钟。哇，你看他们都蒸的那种微微透明的样子。咱们配一个醋和老干妈的小蘸汁儿，太好吃了，比肉馅的还好吃，有那种小虾米的鲜甜味儿，豆角的爽脆，还有胡萝卜的淡淡的甜味儿。不用会包包子包饺子你也能做出来，特别简单，关键是巨好吃，真的超级香。